我下去了，嫂子，嫂子，哦，池胜月，哎，陆哥，哎，给你这个，嗯，你稍等，你嫂子让我给你的，我嫂子让你给我的，嗯，这又是让阿刚给他办什么事儿啊？这闲事也是没完没了，什么事都使唤阿刚，这早上刚叫过去给他撬锁。 夏新亮名字同音的工厂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还真有线索。那你看看企业营运执照上面的法人是谁？就是夏新亮。嫂子，嫂子。 嫂子，您还在里面吗？嫂子，嫂子，能听见吗？嫂子，您把门打开。嫂子，怎么着？出什么事了，嫂子？ 幽宁捅了爱人，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。快把门弄开，别再想不开出什么事儿了。徐太太，您把门打开。徐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我过来看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不用，谢谢。